光辉岁月这首歌曲的前奏用吉他弹一遍就会上瘾。好，我们来学习一下啊，变调夹夹在四品，首先二弦零品弹响，二弦一品食指按住弹响，二弦三品按住弹响。好，接下来左手换成 C 和弦，第一拍一个下扫，第二拍一个下扫。好，食指按住一弦一品弹响，好，食指拿掉一弦零品弹响。好，左手换成一个 G 和弦，好，下第二拍也是一个下。好，接下来食指按住二弦一品弹响，好，二弦零品弹响。好，左手换成 AM 和弦，两个下扫，下下。好，四弦二品弹响，好，四弦零品弹响。我们把第一行连在一起来一遍。好，接下来左手按成 EM 和弦，第一拍下，第二拍前八后十六，下下下。然后呢，左手换成小 F 和弦，一个下扫。好，然后呢，三弦零品弹响。接下来呢，三弦零品弹响之后，用中指击出二品。这是一个击弦。好，左手换成 G 和弦，下。好，四弦零品弹响，四弦二品，三弦零品弹响，三弦二品弹响，二弦零品弹响。二弦一品弹响，接下来左手换成 C 和弦，两个下扫，下下。好，二弦零品弹响，二弦一品弹响，最后落在 G 和弦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慢速的连贯起来示范一段。加油练习，学会的双击。